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音量70%。好的，好的呀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音量70%。给你听过的每首歌都是我心中最特别的歌。嗯，他怎么不好的呀？他一年都是处，没事。你们不能太迁就。那看你找的是什么类型的，你要是找的那种烈虎一样的，你还跟他犟，打不死你。就算打不死你，他他妈的老娘就找下一家。你找的是那种有的性格，他是属于那种，属逆来顺受的；有的性格他是烈的，那看人不一样的。你正好遇到那种逆来顺受的，你可以这样，因为他习惯这样，因为他在那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，然后他习惯这种他被安排的生活，知道吧？胖了，他耍赖不讲理。小爱同学，不行，这歌不好听啊。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嘿，音量50%。小爱同学，安静，我操，也谈恋爱遇到过那逆来顺受的，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性格，有的是逆来顺受的，有的是神经病的，神经病的就是歇斯底里型的，动不动就是歇斯底里，动不动就歇斯底里。有的他就是，反正很多各种各样的性格，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性格。有的时候也挺折磨人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这东西还不是耍赖的，有点神经。反正就是怎么说，就是要是那什么，你们遇到的要是整好了还是可以的。哎呀，好多虫啊。看看那虫有多少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一定。聪明女人好，聪明女人好，都好，个人魅，他要的不管你怎样都不管。对，这虫子就趴在那里。他们为什么喜欢光呢？也不出去找吃的。你们出去找吃的呀。但有的只是小聪明。对。其实两个人相处很容易，做朋友很容易，相爱很困难。为什么说相爱很困难？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在磨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反正一点点事情就是分，就是分。然后结了婚的时候，在结婚之前把这些如果说都磨合好了还好，如果在结婚之前没有经过这些磨合的话，到了那个结婚以后那就是离。其实没选就知道太多，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他现在离婚率高的要死。妈的，我一个光棍天谈这个，我操。聪明的女人好。怎么个聪明法呢？是包容你还是什么聪明？不结婚的也多。就是所谓的聪明是啥？包容你，理解你，还是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个要迁就的。我操，这车轮子怎么扁这么多啊。蜘蛛打你们，没事，来看一下这车轮子怎么扁这么多。
我靠，大爷，这是不是气儿？哦，不是的。嗯，他这个。